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很希望我能拿冠军。不过呢，我觉得，很多很多很好的运动员参加比赛，所以如果我想拿冠军的话，那我要发挥出我的最高的水平。我们可以做个小游戏吗？因为我找了一些中国的运动员做一个小游戏。好，是什么来的？你可以知道哪一个是鹅毛做的，哪一个是鸭毛做的吗？鹅毛做是什么意思？就 it make of goose and okay, the water okay. Made of duck. Okay, 好。这个是我们打比赛的一个，这个正常不是。Which one is made of goose feather and which one is made of duck feather? Okay. I think this is goose. Oh, unfortunately, you're wrong. I'm wrong. 那你看吧，你看吧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在北欧，你的国家大家都是打鹅毛的。好。但是在中国，在南方，在广州，哦，我不知道啊。很多人都是打鸭毛的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那真的不知道。我真的很难看到有什么。